今天给大家再分享一个不用思考是双打的基本常识。是想必大家都看懂了，都是挡完就上网，谁挡谁上网。再看一遍，就是这个，无论是谁挡，谁挡完网，瞧起来他这个杀的不太好，他就一挡马上就上网，他这就逼迫这个高承铉要把球挑起来，阿三一杀就完事了，谁挡谁上网。